工作忙，压力又大，冇乜时间管理好自己嘅健康，加上患癌风险越嚟越大，想守护好老公同仔仔，自己有喜事上嚟，屋企嘅经济压力都冇咁大。癌症保障好多年前买落啦，保额已经唔多够，呢、這个岁数先买多份，怕嫌身麻烦，保费又贵。虽然公司有提供团体医疗保险，但只是基本医疗保障，而且一旦离职，团体医疗保障就会完结。如果不好彩患上癌症，未必可以应付复康开支和生活费用，想趁后生建立保障安全网。 AIA 明白不同人士对癌症保障有不同需要，有爱护癌症保障计划是市场独有的可携式癌症保障，现在买了之后，就算将来转工或者退休，保障都跟着你。只要你是 AIA 的团体保险计划、强积金计划、职业退休计划或者澳门退休金计划的雇员成员，就可以按需要申请。万一你不幸患上癌症，计划会支付一笔过赔偿，为你提供即时经济支援。它提供的是纯危疾保障，没有储蓄成分，保费相对较低，而且投保简易，只需要简单健康申报，不用验身或者递交任何健康证明。投保年龄高达65岁，更保证续保到受保人80岁。有爱护癌症保障计划，保费相宜，投保 easy， fit 晒职场上有不同需要的你，你同你。如果你同你的家人是 AIA 团体医疗保险计划的成员，仲可以按需要申请投保有心意医疗保障计划二，这个可携式医疗保障计划同你的团体医疗保障相辅相成，即使你离职或者退休，都可以享有终身的医疗保障。立即投保我们的可携式保障，完善健康护盾。想知多啲，即刻同我哋联络啦！